Hello， 大家好，一首完整版的扭胯健身操来喽，跟着方子动起来吧。双腿打开，略宽于我们的肩膀，双脚外八字，左右摆动胯部，膝盖全程是绷直的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加上手臂上的动作，让你瘦腰瘦腹部的同时，减掉粗手臂，减掉难看的副乳。运动在于坚持，把所有的烦恼全部抛开，露出迷人的微笑，练出迷人曲线。运动期间全程调整好呼吸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加油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方子，分享一下。每天早上7点钟，晚上8点钟，带你直播间一起暴汗。